应该是重新出发才对，不过是一个新的起点。香港飯局，飲杯飲杯，元宵節快樂！社會上面有好多唔同討論嘅聲音啦，即係好似啱啱講啊，聽到一啲嘅即係基層家庭、劏房家庭嘅講法。咁我都問過一啲商家朋友，佢哋咧以前其實係做製作公司嘅。咁當然過去嗰幾年嘅疫情非常之慘啦。咁我又問佢：你想唔想政府派消費券俾你啊？咁樣咁佢點答我咧？佢話即係派錢梗係好，但係其實佢希望咧就政府將啲錢原本諗住攞嚟派消費券嘅分一半，搞多啲大型活動，例如可能之前七人欖球賽啊，搞多啲咧係國際性嘅藝術啊交流活動嚟香港舉辦。咁佢又有公開，又可以喺香港有多啲就業機會，又可以令到多啲青年人認識呢個藝術文化，仲可以即係提升香港嗰個嘅即係中西嘅一個藝術交流中心地位。咁我聽完佢講，我又覺得明白，其實唔同嘅人都希望政府將啲錢使喺最幫到佢嘅地方上面。呢個就係而家我聽到好多人嘅諗法。大活動又唔使好多錢嘅啫喎，真係即係你講緊幾百億、幾千億，你而家你做一個活動，最多咪十億、廿億。OK 啦啩，夠啦啩。其實我覺得咧，現在政府咧係一個最好嘅時機，去到再一次決定翻究竟香港想行一個咩產業。嗱，過去咧好著重四大支柱係咪？啊，我哋成日講旅遊啊嘛，而家弱咗咯喎。咁究竟現刻政府可以攞啲咩主軸出嚟？俾香港嘅後生仔，譬如話有啲創業嘅後生仔，佢都可以跟住呢盞明燈去到行咧。其實呢個好重要。而家世界各地疫情之後咧，好多政府係揾緊啲唔同嘅主軸去行。譬如我新年咧翻咗江門市，佢哋而家行嗰個主軸係咩咧？係咖啡文化。佢哋有咖啡文化週、咖啡音樂節。香港係唔係可以？都興咗咖啡好耐嘅咯喎。啊，但你唔好理香港還香港，江門市就係有1300間嘅咖啡店。香港有冇啲獨有嘅嘢？是香港後生仔可能好受歡迎的，譬如頭先阿芙蓉咁講，係咪有啲大活動大嘅主軸，譬如紅酒之前係有搞啊，譬如錶係嘛，係咪有啲奢侈品我哋可以喺香港搞翻起？政府作為一個主導，講一個主軸，其他後生仔想創業嘅、想賺錢、想搞翻個經濟嘅，咪跟咯。呢個正正就係政府嗰個責任啊嘛。但我覺得咧，正話講個幾大支柱咧，傳統嘅四大支柱咧。並冇因為而家時代改變咧係弱咗嘅，只不過你係有多第五條、第六條支柱，嗰啲又需要時間嘅。你眼前而家咧，香港幾百萬人咧，基本上都係嗰四條支柱支撐住，仲有可能科技啊嗰啲可能攞嚟新嘅，但係傳統基本人口都嘅四條支柱，所以你都係要舊嗰四條支柱嗰啲嘛。你頭先阿馬生講咧。就是2003年，但係2003年的世界和而家的世界是不同的了。就算你係你而家冚唪唥成個歐洲好、東南亞好，個個經過疫情嘅咧，都是一個大經濟挑戰喺度。我哋先要自強先，自強喺香港係每一個自強，我哋算是已經是不幸之中大運嘅啦，已經係我哋的儲備經過咁多幾廿年的儲蓄。係令到我哋今時今日可以去做，但係我哋點去救翻一班人個心態，佢個信心，佢對個社會共頭先阿馬生講，係我哋嘅創，我哋啲官員要去點創造財富，唔係去點使錢，但係錢咧就要使嘅，尤其是低下階層嗰啲，佢係要去做嘅。不是一個政治，因為國家領導人話我哋要去解決呢個問題，解決呢個問題，呢個社會嘅問題、經濟嘅問題，係一個果或者係個因啦。咁頭先我哋講開派錢咧，只係俾你頭痛醫一醫呢班，唔使你頭痛，係令到你舒服啲，有舒服啲佢先有個精神，去再去作創造財富。咁但係如果你係夠，好似上一我哋經過疫情嗰陣時候。派好多錢啦，係咪救到嗰啲行業咧？救唔到啊！嘥咗好多錢。第一、第二，而家好簡單，我用個財爺，佢唔俾啲業主加租，3個月唔准加租，救到嗰啲生意咩？一樣，你睇下幾多吉普，有好多佢因為嗰三個月唔加租嗰三個月，令到佢哋仲更加。痛苦添，其實我係仲有加粗，係咪啊？一路都係 keep 住加緊上去，咁佢係。但我用以前啲標準，我都好難啦。而家應該係重新出發先啱，不過係一個新嘅起點。
係人都緬懷青春㗎。係啊係啊，不過青春啊不能複製嘅，冇可見，又唔可以翻翻轉頭。心情可以成長咗之後咧，就有成熟嘅睇法。係㗎，香港人都應該咁先啱。我舉個例子，即係佢哋有佢哋優勢，你哋都有你啲優勢，係咪啊？我舉個例子，香港展覽業疫情期間咧幾乎停曬㗎啦，係嘛？不過而家就產生個新嘅生態，就係好多線上線下同時做展覽會，個生意額、營業額咧係仍然多嘅，甚至都更多啲添。咁而家你見到嗰啲亞博啊、會展咧，越嚟越多啲都 book 曬滿曬噶啦。嚇！喺我啱啱先十日之後15日 ，Westlife 香港買咗飛睇嘅啦，已經啊，即係係旺翻曬嘅啊。所以嗰個曾經只有係線上做展覽咧，到而家變咗個正面嘅，即係線上線下都做。其實睇到啲新機遇咧，就應該係你啲後生嘅。頭先咧，曾生問話啊，想年輕人有啲咩希望咧，我就諗到三個山，即係疫情期間，其實大家就係想生存啫。到而家大家生活啦，未來咧就係希望香港有新機。咁個新機喺邊度嚟咧？就要靠政府咧去推動一啲政策。最簡單就係支持年輕人去追夢啦，去創業啦，或者即係好似政府過去都推動一啲嘅基金，例如不分啊等等呢啲，咁係唔係唔好嘅？不過可能嗰個落實上面又可以有效率啲啊等等。即係其實我覺得咧，而家未來咧就要推動一啲新嘅動能，要俾多啲希望同埋機會啲年輕人。咁你話追夢，發個咩夢都係要你哋自己發到先得嘅噃，唔係政府話俾你知。喂，你係呢個夢啦，咁嘅噃係咪啊？我諗大家要第一。即係樂觀啲，冇錯。大家要正面啲，大家咧有一個香港嘅好成功嘅商人講過嘅説話，佢話窮則變，變則通。嗱，我而家我哋經過三年之後比較窮過以前啲啦嚇，咁咪要通咯，要諗啲橋出嚟，可以令到我哋個經濟啊各行各業有啲新嘅嘢可以發展咯。咁你一定要諗啦。呢個咧都唔係淨係政府可以做嘅，其實私人我哋自己民間啊，要一定要盡我哋自己力啊嘛，主席係嘛？政府都要諗嘅係咪？政府要諗，唔係呢個係呢個唔係官商勾結啊，呢個官商合作啊，啊諗個辦法出嚟，官民合作啊，係嘛？官民合作諗啲嘢出嚟，可以令到我哋個經濟更加好嘅。呢個就係大家要同心協力去做咯，唔可以靠政府噶。我覺得咧，其實而家嘅後生仔咧喺疫情之後咧，應該係要多機遇嘅。我哋要樂觀正面嚇，但係咧同一時間我哋要做好準備。我哋講機遇與挑戰係，其實未必係矛盾嘅喎。冇矛盾㗎，有啲挑戰可能係機遇嚟嘅。即係危機邊有矛盾啫？危機。亦都係機遇嚟㗎，啱啊！所以其實咧，每一次即係我哋好似係換緊血咁啫嘛。有人話：誒，啲人移民喎，咁多人移民影響香港，唔係喎，移咗民咧，又俾到下一個梯隊啲人有機會上喎。你可以用咁嘅角度睇，又可以吸引啲外邊好嘅人才嚟。咁所以咧，即係一件事咧，冇話淨係一面睇嘅，有陣時兩面睇嘅啫。係啦，係啦。所以我哋都係一個新起點，新起點肯定新起點啊！啊，即係唔係話翻翻住個湯圓咧，有個新嘅希望啊！好嗱，好飲杯，飲杯飲杯飲杯啊！福上福上，飲杯常福興嚇，好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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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飲杯啊！飲杯飲杯。